手術開始之前要同大家講清楚 ，patient 係一名 HIV 嘅帶菌者，所以手術進行期間大家要小心啲。冇問題嘅，而家開始幫 patient 進行肺下葉修補手術 ，Scalpel。縫合完畢，幫翻漲個左肺 ，BP 120/70 ，Pulse 75 ，SpO2 唔夠90。 低過85。Maintain saturation and BP。 SpO2 升唔翻，而家仲跌到84添。 Airway pressure 幾多？上唔到。會唔會係仲有其他位置漏氣啊？我哋揾到個漏氣位喎。漏氣嘅地方唔明顯，應該係好近環甲膜同埋心臟交界。加啲 warm normal signal 佢。 Resume ventilation， 等我肺漲翻，我要睇清楚邊度漏氣。OK。 見到有 bubble 塞唇，幫我換子彈，塞咗塊 ventilation。 係。 有邊位贊成我判處唐明醫生停牌半年嘅決定啊？我反對。唐明係我哋明誠北嘅醫生，我有責任去維護佢嘅權益。如果泄密嘅唔係佢，冇講話半年，半日都嫌多。YT 啊，做行政管理同入 OT 做手術唔同。若果我哋今日呢個聆訊不了了之嘅話，阿 Amanda 好可能透過代表律師控告明誠北。 到時唔係話停牌半年已經解決到件事㗎。算啦 ，YT， 冇咁勉強。咁即係除咗 YT 反對之外，全部人都贊成啦。我宣布5票對1票。Martin 啊，我反對。我都好贊同 YT 嘅講法。我係明誠北嘅院長，我係要維護自己嘅醫生。Doctor Yip。 你頭先唔係講過，我哋唔可以俾人哋覺得我哋醫醫相衞，唔係叫話呢件事解決唔到嘅。呢個可能係其中一個方法，可能有其他辦法咧。仲有咩辦法啊？若果 Amanda 追究咗上嚟，你知唔知個賠償可以幾大啊？唔好意思，喂，好啊。 麻烦大家听听呢个电话。温柱石，各位医生，我系 Amanda。啱啱李文信医生嚟揾过我，佢同我倾咗好耐，佢仲播翻我发生意外嘅新闻片俾我睇。原来我条命系两位医生救翻嚟。 我冇谂过系我投诉嘅医生嚟救我。我希望而家我已觉得知我有做错嘅嘢，去做出弥补。温柱正，我而家想静静。
撤销对唐明医生嘅投诉。